从啊，我们还没有开始讲主持的东西，然后你就自己跑出来了。哎，对啊，手上还拿着零食哦，真是淑女无心宴呢，哎。哦。哦。好啊，那各位观众不好意思，那在这边我要跟大家更动一下节目单，就是我们有一些挫折的部分，就是下一个表演是由淑女肉团带来的长笛歌舞秀。Thank you.